颜色，再来比较亮的颜色就是我身上这个olive yellow， 跟我身上这个我身上这个 lime yellow， 面料是西装布面料，它腰间这边是这样子有款式的，它这个款式是有锁腰啊，对，它锁腰，因为比较贴哈、比起如果是有些款式一样尺寸来说啊，它穿出去它一定会比较贴，是因为它锁腰哈。所以说主播身上啊，比较亮的颜色可以考虑带着主播上这个色哈。有口袋啊，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，袖子这边、肩膀这边一样是有公主袖，桌折垫肩 ，OK。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拉，长度一样属于一个大气的长度 ，OK。微微比罗尼啊，这个是微微比罗尼 ，OK。腋下大概一个4到5cm，OK、okay?。没有太多的小细节啊，这一件就没有太多小细节，属于一个比较经典的版本，就是这样子的款式，你重穿没有这么明显。它就是在腰间这边添加了这个木耳边的折袖，对了，所以这样子在腰间有款式的，还是在左右两侧有款式的，你整体穿起来啊，相比那些没有款式的，它的弹性会更大 ，OK， 更大就对了。祝你是穿 M size，OK，、okay? 更大，会更大吗？更小吗？更小，更小，所以等把你讲了 ，OK。如果这个款式你们的 size 跟助理一样的话 ，OK， 这个呢，我建议说 M 是到77呀 ，OK。那么我的178穿才是贴身的哈，比起没有锁腰的话， 77它会来得更加的贴 ，OK。所以说能接受贴身，如果你的178是穿得到啊，不然的话你就需要拿大一个码了哈。这个款式我现在是穿的紫色 M size， 然后身高160穿的 M 啊是膝盖以下的长度 ，OK， 也不会太短。然后它下摆它这边是属于一个大 A 小飞的一个版型，简约款 ，OK， 然后用一个垫肩，所以说这样子的款式，你就是说重穿就可以这么的明显。选中的颜色可以考虑带着我身上的一个紫色 ，OK， 三个色它都没有说非常的浅，当然这三个色里面最显瘦、比较深的颜色会是我身上这个紫 ，OK。看来是我腰这边基本是贴身拉伸，没有什么空间了哈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的尺码跟我一样的话，你能接受腰贴身可以啊，不然的话你就需要拿大一个 size。我是穿的 M size， 当然这款式我自留，我还是会选择带着 M size 哈。来，我身上现在换了这个 Yoke Tall Green， 另外一个显瘦的颜色会是我身上这个 Yoke Tall Green， OK。它有一点灰青色这样子，偶尔整体穿起来，它就属于一个比较近色的款式就对了 ，OK。腰间这边现在讲呢，它这个 blitter 的这个木耳边的款式啊，是在前面呀，后面是没有啊，后面是这样子 plain 的 ，OK。有口袋，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，面料是有弹性，属于一个大气的连长度就对了，比较近色的。这一期主要找这样子 plain 的。小 flare 的是这只有这个款式，所以我们近几期的款连身裙会比较少 ，OK。助理是穿 M size， 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，可以接受贴身啊 ，M 是没有问题的 ，OK。不然的话你就需要带9L。来，主播身上这个是 Yoke Tall Green 哈 ，OK。另外一个显瘦的颜色，来快速的换大包包给你们看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款了 ，OK。显瘦的颜色就不用说多说了，一定是这个大波波了 ，OK。来大波波 ，OK， 三个色大波波，有桃绿，还有蓝棉咯。整体穿起来呀、你是看没有什么会看到这个腰间的款式，所以属于一个比较经典的款式 ，OK。有桃绿，蓝棉蓝棉咯，还有我身上的大波波 ，HDW61，价钱是60X到XXL OK， 没有的话就换今晚的最后一个款套装啊，上衣加裙子 OK， 一套啊价钱多少？我等弟弟来讲忘记了 OK。